发现的人都同学啊，反正对方性质爱上放学，还有这个世界上混在一起了，这是两件事啊。爱的世界跟爱的放一个系统，它特有的怎么样？特有的状态或者是波函数。啊，爱我不可能强调爱人啊。我举一个例哈，我觉得有你们都学过那个。我这边有的是钢丝的哈，钢丝对不对哈？你们都学过，它的振动你们都在普通物理学过了。它的振动模式是什么样的？有哪些？还有这个，它是非常振动，也可以有这个，也可以这样。对不对哈？那到另外还可以这样，是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是可以这样伸张。那我现在问你，是不是绳子就一定是这形状？对呀、啊，那就是这个例子啊，这、就是它特有的，就是相对这个开放方式，好，就特有的振动模式，啊，振动方式跟绳子特定形状。那你的绳子的形状是不是必须要这个？没有啊。比如说我在临在时刻的时候把，我用手指啊，把这个往下压，这是形状什么形状？这是形状啊。就在某个时刻，我用手指在中间往下压，是这样的形状。这形状跟这形状不一样，没有啊，不是啊。那这个就相当于什么？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iron function。那清楚吗？我们 iron function， iron function 就相当于什么？就像你这些叫做 iron function。那我也比较清楚。啊，那我如果再压在这里，那是什么？会是什么形状？对，会是这样形状。那我画的有点夸张了啊！那我你们说，我画的意思啊，这叫做起始条件，就在某个时刻对吧？在某个时刻，我上这方就突然变成某个特定形状，这起始条件，你要清楚吗？那以后怎么样振动就看怎么样，就看着整个系统的有些频率会，其实这个哈、啊、相当很多这种频率怎么样加起来的，那我一直在跟你强调。一个微方体就是它什么？它什么的？它线性的。啊，这意思跟这意思一样。啊，就说你这个形状可以展开怎么样？可以展开你这个形状是这个。啊，这样清楚了啊。啊，所以你就我发现很多同学都这边都漏掉了。啊，那你这个关键呈现了以后，我们来拷问一下我们上次跟你讲的问题。啊，第一个情景就是说。在一个某个时刻的哈，在定点时刻，我发现后来是这样。好，在定点时刻哈，定点我让他呢，我会准备这个系统，让他在 N 个 I 时间。那 N 也可以从 N 代替，我上次举的什么例子？我可以举2嘛 ，N 等于2也可以嘛 ，N 等于3也可以，都可以嘛。那我来看它是，看它这个例子以后怎么样整，以后怎么样变化。那我们上次跟你讲过，这是多少？这 t 等于10克，再提它10克是什么样函数？你跟我讲，什么样函数都不要。对，还要加上什么？加上时间部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。这是空间部分，啊，加上时间部分，叫做什么？负 i， 对不对？好，这空间部分就是时间部分，好，那以后就好，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，它的后来率，好，那随时间变化后来率，好，那我随时间变化。
最好，那还是就多生了。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他公共公司的，对吧？他就是他绝对的情况了。好，那我们把左边那个带进来，把左边带进来，我们得到。
向然后把青菜和青菜都这些。让它交叉的，这在身上的，这两个加上二分之一，然后一分之一，
超出你以后，小一点点都怎么样？它会是无限大，所以它不会跑到整个区域里面去。它只限制在 S 等于跟 S 等于 S 等于 S 中间什么样的运动。
啊，你们知道哈，能量是为人家动的嘛，对不对哈？能量是为人家，所以为能量减掉为人就怎么样，就是动能。能听清楚吗？啊，所以在这个区域，在这个区域在一跟三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区域跟在这个区域相当于怎么样？相当于动能是负的。啊，现在动能是负的。那这这个方式呢，就变成这样。第一，一个为什么？这负号啊，把负号搬过来，做分号就变成变成八十倍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系数的啊，把那个 h 八平方给除以二，给搬到这边来。对不对哈？就这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
啊，第一个区、第二个区跟第三个区都必须是零。这样清楚了吗？好，那一跟三，一跟三我们都知道嘛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再看第二个区域。在这种可考虑，我们可以考虑两种情形啊，一种情形是什么样？一种情形是一小于的，假设能量小于的，我们试图怎么样？它跟刚刚的情形一样，啊，我们把怎么样？它这时候又是对的，啊，在这个区域内啊，在这个区域又是等于嘛，在这里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又是等于。那我这是可以给他等这个，在 S 等于的地方，这个通是没有什么，
它变成 A 加上 B， 对不对？那这要等于多少？等于左边的，等于左边的这边，左边是多少？左边是零色系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告诉我们说 B 等于多少？负 A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式子，这个式子，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，就 U 等于 A 有没有填？不对，有没有填？那我看看。但是过完式啊，在 S 的我写这我都写的特别好啊。那第二个说第二个 S 啊，对不起 ，S 等于 A。U A 等于是 A 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把 A 带进去嘛啊。那么这过完式必须连续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在这地方，在这地方过完式多少？八十点。有没有这个写？啊 ？A 等于这，那我们不用 A 等于这全部都是零，那我们这是不是我们要的啊？没有，没有写，不写。啊，告诉我们就是说，在这种系统里头，一是不能怎么样，一不能小于零。啊，不，对不起，一小于零的话是没有那个 ice 的，听清楚吗？啊，除非 cover 等于零，啊，除非 cover， 如果 cover 等于零，表示一等于多少？一等于零，听见了吗？啊，这样听清楚，那我们今天，就是说一的一小于零，没有 ice 的。那我们看一大点啊，就这两种情形啊，一小点跟一大点。当然也可以包包点的啊，一大等于。好，那这时候。这是 B 还是等于零？所以是这个式子啊，但这时候变成什么？哦，这式还是对的啊，因为 B 还是 B 等于零啊。那我们看，但这时候怎么做？我们要换成这样。
那桥下都是什么线？对啊。啊，这没有叙述啊。你们会简称线路？这些那个线性的微方式，这节一定是这个形状啊，一定是这个形。你把这个带进来，或者把图形右边好了啊。我把这种微方式的节，一定是这个形态。阿宝不知道什么，我们来带进去看看。所以左边是多少？左边两次微分是阿宝平的，然后右边是 K 平方式。然后多少？对，这告诉阿尔法等于多少？告诉阿尔法平方等于负的 k 平方 ，k 是实数，所以这永远是什么？永远是正的，不要记起来，因为永远是负的，因为这是实数嘛啊，永远是负的。那负的等它解是什么解？阿尔法是等于多少？正负的 i 是多少？IK， 这样会了吗？啊，好，那我们看这个解哈。我们还到下一步要怎么做？要带边界条件，因为我不是跟你强调很多次吗？扣完数必须是连续的，好，所以第一个在。在 S 等于零的地方，它括弧必须是连续。哦，所以就告诉我们说 ，A 加上 B， 等于多少？等于零。啊。A 加上 B 表示 B 是等于 A 的，啊，所以 B 等于负 A， 对不对啊？那 B 等于负 A 以后，一这个就变成什么？就是 A。好，然后减掉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减掉了变什么？变 sin 函数，啊，变 sin 函数，所以变成 a， 然后2i sin a， 对不对？
不同的解。哦，那所以必须要是什么等于？善贴等于。对不对？好，那什么情况下善贴等于？贴成 AB 的吗？怎么说是让派？啊，就 k 哈、啊、，k 乘上 a 必须是派的整数变。那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？告诉我们是说 k 哈、啊、不再是正一值，好 ，k 不再是正一值都满分之数跟绝对值，只有 k 等多少的时候才满分之数跟绝对值，只有当。当 k 是怎么样？这个然后再乘上一个整数变的时候怎么样？才满足绝对值？能清楚吗？换句话说，我现在因为这边有 a 嘛，对不对哈？我前面就加上个 a， 有没有问题？导数第几个 k 呢？啊，就因所对的那个 k 呢？好，这个就 n 就在这里的时候 ，u 怎么样 ？u 才有解。然后这是 k 对哈，那我们知道一是这，这告诉我们一等于多少？这对应能量是多少？
函数跟这个函数差别在哪里？就差个括号。那我不是跟你讲过吗？波函数的话，同一个波函数，你乘上任何系数都还是相同，怎么样？还是相同状态，还记得？啊，所以这个状态跟这个函数跟这个函数是一样的，是同一个是同一个状态的，这样清楚吗？啊，所以负的整数跟正整数是相同的，所以我就不用写负的，这样清楚吗？啊，所以从这边就告诉我们说 ，n 是从哪里开始？对 ，n 是等于一二三 ，n 是到无穷的，这样会了吗？啊，这是爱因威尔的啊，我想想，是爱因威尔。这样就可以。